知道。咁又未必係全職跳唱歌手，但係咧我就希望都有多幾首跳舞嘅歌，係咪啊？因為而家暫時係第一首。係咪性感極限啊？你極限都差唔多㗎啦。可以再勁啲喎，可以。係咩？咁我自己又冇諗呢樣嘢嘅，因為我最希望著嘅衫係靚為主，咁又冇話要性感咁。靚啊啲衫，好似結婚咁樣。係啊，好多人話全部啲結婚衫嚟喎。係啊，好多人都話一開場嗰陣時係有啲似結婚嗰種套牌。你係咪特登係咁樣安排？即係搞到好似個小婚禮咁樣。其實都唔係嘅，因為淨係個 opening 比較童話式啲嘅啫。你見到後面跳舞啊嗰啲咧，都改咗一啲嘅style， 即係唔似婚禮噶啦已經。你嗰啲生前問埋你嗰啲咩片段？是咪即係特登你自己特登整嘅？哦，係啊，因為其實好少會將自己細個啲相放出嚟俾大家睇，所以今次係好想同大家去講 Be With Me 嘅由細到大嘅所有嘢啦，所以就擺咗啲細個嘅相喺度。